系啦，咁我哋继续啦，就系喺尖东嘅现场，呢度系科学馆路。咁啊，刚才啦就一批嘅警员啦，就从天桥嘅一方啦就过嚟接更啦。咁啊，而我哋啦可以睇翻天桥口嘅情况。咁刚才啦，现场就传出咗几下啲嘅碰撞嘅撞击声。見到啦，喺一個天橋口啦，就多咗一啲嘅路障。係啦，咁呢啲嘅水墨啦，都係剛才先至喺呢一度出現嘅啫。其實見到尖東呢度啦，係越嚟越多人。見到啦，雖然呢一個天橋尖東橋嘅橋口啦，都已經係堆滿住一系列嘅水馬，咁但係繼續啦，就係搬緊更多嘅水馬過嚟呢個嘅位置啊。現場咧係有一批嘅抗爭者、示威者啦，選擇就係搬一啲嘅路障。咁但係咧有只係後任區議員咯，我而家就係見到佢背影，未見到佢正面啦。咁啊，佢就呼籲啦啲嘅示威者啦，暫時就維持現狀先。咁啊，等佢哋咧有更好嘅處理啦，就可以讓剛才啦有六位嘅後任區議員係成功進入呢一個理工大學嘅範圍嘅，咁啊，希望嗰六位嘅後任議員啦、後任區議員啦，可以成功係再處理呢個理大嘅問題。咁佢而家咧就呼籲要維持現狀。Il y a toujours...
stai subito lì, poi anch'io poi inizio a parlare e vieni subito. Questo ragazzo sta cercando di riportare i questo ragazzo sta cercando di riportare io non può leggere io a di me c'è il mio 現在學的比較多了 You're good? Is there a change now? Is this going to change? We see the police are acting differently tonight. Do you believ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direction? Yeah, it will be the beginning, but the tim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Thank you, good luck. 咁我哋整梳理一下刚才喺尖东呢度发生嘅事先。咁刚才咧喺桥，啱啱喺上面掟，啱啱俾四把即系掩遮住。啊，嗰个系咪都系啊？嗰个楼梯嗰个突然间有玻璃樽。边个？绿色嗰个玻璃樽嚟嘅咩？嗰个玻璃樽嚟。綠色我就唔記得，我知依個位置。啱啱係兩下玻璃聲㗎，但係全部都喺上面掟。係，以我所知係。但下面啲人有做啲咩？所以搬水，所以咪就影即刻上把咯。咁啱啱嗰度係咪跌嗰支筆定係點樣聽？唔知，即係揾啲揾依個位揾啲動靜。OK。可以照下依個位。我影到啦，而家唔該曬。係啦，我哋就梳理一下現場嘅情況啦。咁剛才我哋現場咧就突然間聽到兩下嘅玻璃聲，即係玻璃破裂嘅聲音。咁呢個係我哋開直播前嘅事嚟㗎啦。咁隨後啦，咁就有人都開始係搬置一啲嘅路障落呢一個橋口啊。咁啊，而橋下嘅一啲抗爭者同埋橋上嘅警員啦。咁其實咧，橋下嘅人咧就一直辱罵緊橋上嘅警員，咁而警員咧就不停啦就入手啊，咁樣做一啲嘅肢體語言去回應。咁啊，其實咧喺橋下嘅人咧已經係不停啦，就係呼籲警員去跳落橋底，係啦。咁啊，其實現場咧都仲係有啲嘅後任區議員啦，停留咗喺尖東。理工大學外的範圍的，而剛才進入去的六位的候任議員啦，就而家都係未出嚟嘅，我俾大家看下警方的防線。咁啊，而家已經是持續啦好多個鐘，在尖東呢度由民主派區議員召集四點，去到而家，咁都繼續啦。有人喺尖東啦，聲援喺理大入邊嘅被困者啊。咁而家嘅人啦，就唔係淨係停留咗喺科學館路同科學館徑嘅呢個路口啦。咁好多啦，慢慢就企咗去往尖東嘅方向啊。警員啦，似乎係用緊揚聲器咁，但係我哋未聽到佢對話嘅內容。少數啦，我哋再咁細聲。狗啊！人已經夠少啦。我講狗啊，聽唔明啊！我哋人啊，唔係狗啊！收皮啦！現場有人係播一啲嘅狗吠聲。
永遠我都係未聽到警員用揚聲器講嘢嘅內容。系咩？小学鸡？你老婆妈妈俾人擘大只脚照啊，傻閪！其实警员都已经并不是第一次用一啲嘅电筒照落桥底。警员而家已经系行翻离开咗呢一个嘅桥边啦。Hello， 咁啊，一由我哋身处嘅科学馆度去到尖东喷水池嗰度啦，咁其实一截路啦都企满咗唔少嘅人，咁我而家就或者同大家下行过去睇啦。啊，呢边咧就系科学馆度。都見到啦，唔尖東嘅呢個位置啊，其實都企滿咗好多人。Thank you.
仲有邊個值？再一次警告你哋。系啦，咁啊，警员已经离开咗呢一个栏杆位，好心啦。你哋有冇良知啊？你哋良知喺边度？当然，你哋嘅良心喺边度啊？当然，扮乜你哋黑仔啊？你叫帮人啊？帮人，帮人啊！有人咧就系放纸飞机。咁但系咧，只系成功啦，系飞去近桥底嘅位置，同埋飞咗上元气寿司嘅招牌顶。我唔知道啊，你警员啦，已经系去到一个我哋见唔到嘅视线范围啦。其實一啲嘅候任區議員已經並非第一次啦，呼籲現場嘅人要冷靜少少。咁啊，喺較早嘅時候啦，即係五點零左右啦，咁已經係呼籲過一次啦，咁就希望就冷靜啲，咁就唔好挑釁警員，就可以有一個較好嘅一啲嘅啲叫。係啦，即係等現場就唔好有催淚彈啦咁啊！喺聲援理大學生、理大啲嘅被困者啦，咁就有啲更好嘅結果方便。咁而剛才啦，有人就係擺咗啲嘅路障，咁但係咧有人就回覆啦，就係話因為橋上面有人掟咗啲嘅玻璃樽落嚟啊，咁所以先係有人決定要擺一啲嘅路障去堵塞呢一個橋口。你又開翻過去先，嗰邊而家有啲嘅起哄聲。同現場一啲聲援理大被困者嘅人啦，就冇啲嘅肢體嘅衝突，都冇一啲嘅碰撞嘅。而口角方面咧，其實咧警員都冇乜用言語去回覆一啲嘅辱罵。而今天聽到一些剛才紙飛機的有啊，有一個飛了上去、因為插了落那個排氣口插了上去，還是飛了上天橋上？是啊，我錯過了，但是天橋上面不是天橋上呢度咧就係接飛機嘅現場。
嘅狀況啦，其實都已經係維持咗半日，由五點零鐘開始啦，直到現在而家啦，已經係11:11。咁其實橋上啦，同埋科學館道，仲有科學館徑，咁其實咧一直都有警員嘅防線嘅。唔係，都係佢哋嘅防線啦，已經係由17號至今啊，呢條嘅防線。咁主要一啲嘅防線啦，已經係包圍咗理大嘅校園。係啦，而今日啦，啲嘅區後任區議員啦就嚟到現場，就係聲援啦。被困的理大被困者，另外其實就已經是現在啦，有6名的校區員是成功進入理大校園。係啦，見到啦，現場啦係掟緊紙飛機，咁呢啲嘅紙飛機啦，都係即場接嘅。其實咧，暫時嚟講咧，係啦，現場嘅情況就係咁樣。而嗰6名嘅民主派校區議員啦，暫時都仲未出嚟。咁但係咧，繼續咧係有越嚟越多人啦嚟到尖東嘅現場去聲援。有一個嘅小插曲，咁剛才啦 ，Hotel Icon 啦，即係隔離嘅位置啦，咁現場咧突然間有人 airdrop 咗一張一啲嘅婚禮照啊，咁啊一班人咧就湧到過去 Hotel Icon 嘅大堂門口啦，咁啊現場咧就係瘋傳啦，就係話有警員結婚，入邊咧就有警員嘅一啲婚禮啊，咁啊就有一班嘅。示威者啦，就企咗喺 Hotel Icon 嘅大堂外啦，就用一啲嘅電筒啦去照射入大堂。啊，仲喺 Hotel Icon 嘅玻璃啦，貼咗一啲嘅標語。係啦，就係、是、一啲寫住 Poly Here With You， 仲有 Poly USOS 嘅標語。另外更加喺現場啦，就係、是、不停叫口號，咁啊叫高呼呢一個強姦犯、殺人犯。仲有咧就係、是、祝賀裏面嘅警員啦，就係、是、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更加係表明啦，就係、是、唔介意3P。橋上面的警員啦，繼續都係望緊落嚟，因為剛才直播開端嘅時候咧，就係、是、警員換更嘅嗰個瞬間啊。咁其實咧，我哋身處嘅呢個路口啦，暫時就見到三個嘅警員防線，分別咧就係喺歷史博物館隔離嘅科學館道、科學館徑嘅橋底，仲有呢一個尖東橋上面。都是一些警員的防線，而今天民主派的區議員似乎就是跟警員有了一些協議，是允許5名的區議員入內去說服一些的留守在理工大學裡面的人。收死啦，林家產啊！叫你老公玩咩啊？
但有善人喺度，请你路过。警员尝试同现场嘅人对话，啱佢话咩又系咩查你又话叫你嗰啲，即系佢哋就系申诉引起嘅不满咯。咁但系咧，现场嘅人咧就闹翻佢转头，做学赌彩，以及咧用一啲嘅镭射光去照射警员。但警員啦嘅頭盔啦，跟住一啲面罩嘅部分啦，其實已經貼曬一啲嘅紙啦，係防輻射光，係防雷射光，唔係防輻射。咁啊，除此之外啦，其實今日啦，聽到好多人啦就會諷刺警員係沉默嘅大沉默嘅小數，翻去食海底撈。阿 Sir 真係大聲啲啊！真係聽唔到啊！喂，高手講乜啊？講遺言啊？講遺言都咁把細聲，屌你！現場嘅人士啦，係慢慢表示聽唔到警員嘅內容，講嘢嘅內容。有人就拮咗一啲嘅，拮咗嚿豪大大俾警員，示意佢落嚟食。咁啊，系啦，就是豪大大，似系佢个脆骨。咁啊，呢位嘅男士就表示叫佢落嚟食雞，佢篤緊咗嚿啦，係一個豪大大紙袋篤出嚟嘅炸物。我啲阿頭都得噶。繼續啦，有人係拮住嚿雞。有人啦，更加係請警員飲忌廉，雖然佢剛才啦就飲咗一啖。現場啦，警方同一啲嘅示威者啦，都係攞緊一啲嘅揚聲器啦去對話。現場咧，人係詢問關於民意逆轉嘅話題。哇！真是一個有愛的畫面，佢啲人都好有趣，跟住喂佢食，
大便，一係太空管啲啊，應該。同埋可以影，係啊，影啊影啊。影啊係啦，咁啊，係咪應該係 YouTube 啊？係 YouTube 啊？澳洲喺澳洲 ，sorry。咁眼前咧就係一名澳洲嘅 YouTuber。咁啊，今日咧都嚟到尖東嘅現場啊。咁啊，佢剛才啦同現場人士交流嘅時候就俾我偷聽到啦。咁佢應該聽日就會出片啦。如果大家就想知道，留意一下啦，係咯。現場咧就係、是、有人話好久唔蒙面，咁奈何啦，雙方嘅揚聲器啦，都係個聲音嘅質素啦，都唔係真係好理想。好似我聽兩秒聽唔到咩，你聽唔聽到？係咯，聽唔到。咁而家似乎係輪流啦，用一啲嘅咩咩十面埋伏啦，聽到。因為警方播十面埋伏係啦，而家係輪流啦，有人用一啲嘅揚聲器向警方對話。咁啊，呢名嘅男子而家咧就提到十面埋伏啊，咁就係話啦，之前咧警員啦喺理工大學嘅外圍紅磡站，係咪紅磡站？紅磡站嘅位置啦，就係播十面埋伏同埋友誼之光啊。咁而家咧就係要求啦，警員再次去播歌。咁啊，十面埋伏啦，就係字面上嘅意思啊。咁至於係。友誼之光啦，就係、是、監獄風雲嘅插曲。有人啦就再次係問到，再次係提及關於昨日區議會選舉嘅民意問題，咁啊並且係表示你哋輸曬啦咁樣。仲叫佢你哋輸曬啦，快啲投降啦咁樣。咁啊，並且係高呼呢個何議員，啱啊，係姓氏嗰個何，已經個議完結個完啦。系啦，咁而家啦，而家嘅另一名男子咧就系话，刚才我竟然叫佢除面罩，咁啊呢名男子就话而家蒙面法冇咗啦，咁样。咁啊，并且咧就系再次提及啦，警员曾经喺对住理工大学播放嘅歌曲嘅清单其中一首歌。有人咧就係問警員有冇後悔攞一支嘅比較垃圾嘅麥去同市民對話。我哋望一望警員嘅反應，暫時就係冇反應。佢哋一句都唔敢應。係啊，嗰邊又唔敢應，呢邊又唔敢應。再次有人喝倒彩，因为警员已经是离开了这个天桥边的范围，我们这里的视线都已经见不到了，见到了。刚才一辣站在这里的警员现在已经是站开了。
啊，而家警員啦，就係攞啲嘅攝錄機去攝錄低現場嘅情況。有人唱歌啊！現場唔知大家聽唔聽得出係咩歌，我就聽唔出啦。Good idea, good idea. 咩歌啊？我哋有代，係有代溝。咁而家咧係輪流咧，就係用呢一個嘅大聲公啦，嘗試同警員對話。現場有人是向警員播這個《友誼之光》，就是《監獄風雲》的插曲主題曲，主題曲這首歌是11月17日，即是第一天你帶被圍堵的那一天，已經警員是有播放過這首歌了。召喚小鳳姐，這首是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在昨天有一個屯門是啦，屯門樂趣的選區同樣都有人播過這首歌。是合唱起這個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我們看一看警員的反應。暫時來說繼續都是在拍我們現在身處位置的情況，然後就沒有作出回應，也都見不到他們的表情。隔住一個街，隔住兩個街口的個位置，的確就有警車經過，但係就似乎冇喺呢度停留啊。繼續啦，就係有人向警員詢問民意的問題。
現場的人都是起哄啊，並且是一起大嗌跳下嚟，跳下嚟。咁啊，其實咧，距離一啲嘅議員啦，區候任區議員進入理工大學啦，都已經係5:10幾嘅事啦。而家咧已經係過咗。入去的候選人謝亞王國同范國威、邝俊宇、鄭達宏、陳怡欣，咁其後咧，趙家俊啦都係即係成功進入到理工大學嘅。我哋今日嘅目的啦，就係想拯救喺理工大學被困嘅人啊！繼續是尖東科學館道，隨著剛才的現場氣氛就稍微高漲，就播過一下歌之外，其實這六個小時的現場情況大致上都沒什麼分別，主要都是會向著警方的防線嘗試是聲援在理工大學被困的人。現場啦，有人啦係向住警員嘅方向嗌，就係話你老婆係西碎啊！咁有人啦，就係喺警察所在嘅天橋底啦，就係播《無間道》。點解《無間道》小癲啊？個而
現場啦，喺下一個路口啦，就有一架嘅垃圾車啦，就係駛經呢一個科學館道，現場就有人向住警方大嗌啦，就係話叫佢上去架垃圾車。咁而家啲人啦，就係大嗌一個海底撈。咁而關於海底撈嘅新聞啦，近日咧就係有媒體指出啦，海底撈啦其實就係有致癌嘅風險啊。咁但係啦，喺過往幾日嘅時候啦，一啲嘅警員嘗試同理工大學入邊嘅人去説航嘅時候啦，咁就提到呢一個海底撈，咁就聲稱啦佢自己就係食海底撈，入邊嘅人咧就係食生命麵包。現場啦，突然間咧就有人咧就係放咗一堆嘅紙飛機。點解遊樂場？哎，我咩都影唔到，又拍呢個又廢。哇！又哎呀，入唔到。咩器材都影唔到，不得了。轉述啦，就係話突然間橋上面嘅警員啦，就講咗一句戇鳩，咁就係係啦，就係咁，然後就引起現場人士嘅起哄。繼續開飯，好笑。其實在半年來說，警員說粗口也不是一些鮮有的事。現場有人是要求交代講粗口的那名警員的一些的資料。我們現在要求老師發現那位警員你立馬出來，我們要投訴，我們要投訴你，我認證啊，麻煩我要
啦，咁啊，關於剛才喺科管徑路口發生嘅事啦，就係、是、大致就係因為有警員啦，就講咗一句嘅粗口，就係咁啦。我想娛樂無窮啊！其實而家人係真係少，係啲人真係走。啊，聽日要翻工噶嘛？我聽日都要翻工噶嘛？再次啦，喺現場嘅人啦，就係向住警員嘅方向大嗌跳落嚟。佢拉到我嘴頭。係啊，喺度食過。系啦，咁另外咧，我哋喺理工大学入边啦，已经系有同事准备好为大家直击一啲向区议员啦，喺理工大学进行咗六个钟嘅一啲工作之后嘅一啲情况啊。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理工大学边嘅情况咧，都可以睇我哋另一条喺理工大学边嘅直播。咁我哋呢度咧就系喺尖东嘅现场，咁刚才啦，啲人入去之前咧就系喺我哋眼前嘅呢一啲嘅。喺眼前一個路口啦，就逗留過有部分嘅議員，咁啊亦都有一部分嘅人啦，就係、是、停留咗喺呢個路口啦，就係、是、聲援被困嘅李大人啦。聽到很多人都有播歌，分別啦就會播過呢一個《無間道》啦，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啦，仲有呢一個《Fuck the Pope》首歌，即係 JB 嗰首。現場啦，就我哋停留咗喺尖東外面啦。我哋咧已經。已經是超過六個鐘，係啦。咁而正式嚟講啦，係正式嚟講啦，咁一班嘅泛民嘅議員啦，就係、是、召集大家啦，喺四點鐘啦，喺呢一個十字高百年紀念花園嗰度，然後再慢慢移師嚟尖東嘅現場。大入邊嘅情況啦，大家真係需要睇第二條嘅直播，因為我自己而家都未接收到入邊嘅一啲資訊。係啦，咁我哋呢個直播嘅開端啦，就係呢個警員喺橋上邊交更嘅瞬間。只能夠啦，就再次喺現場啦，兜一兜圈先。剛才呢度聚集咗嘅人群啦，似乎就
去咗第二個位置啊。我見到咧呢一個市政局百年紀念花園嘅地圖啦，係俾人塗鴉，咁啊康文署嘅 logo 啦就係寫咗呢一個殺人政權 murdering government， 咁啊仲喺隔離寫住呢個 Hong Kong is a police state now terrorist。咁地圖嘅位置咧就冇被塗鴉嘅，咁但係咧海嘅嗰個善意嘅位置啦，就寫咗呢一個。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這個呢是市政局百年紀念花園的地圖標示的位置、啊、這裡也是有些文宣、分別就是解釋用英文和中文是解釋了為什麼要抗爭，為什麼要破壞一些店鋪，為什麼要縱火，為什麼要搞鐵路，為什麼要禁蒙面法，反對禁蒙面法等等。咁啊，見到現場啦，已經係比剛才我哋開直播嗰陣啦，人數比較少。同時啦，尖東咧就係一間嘅元氣壽司嘅，咁元氣壽司同樣都係美心旗下嘅食肆啦。咁啊，佢嘅外牆啦就係俾人噴咗呢個 Hong Kong is not Yankee， 啲魚生有重價，平反六四啦 ，boycott， 無視公司有重等等嘅字句。我不能啊！呢度唔系机场喎，等完之后再游啦，第二个。發表了聲明，咁就指啦，校方一直透過不同的方式和途徑去勸喻留守在校園內的人士，盡快和平有序地離開校園啦。啊，又講到啦，為了確認校園內留守人士的情況，理大將於明天派遣多個小組成員，包括教職員、專業輔導員、醫療人員、社工和保安同事等，到校園內盡力尋找留守人士，一旦發現留守人士，校方會盡最大努力去勸喻他們立刻和平離開學校、離開校園。理工大學的校方就表示希望警員能早日解封校園，以便他們進行一些復修，再令學校盡快回復正常的工作、正常的運作。這個就是理工大學剛才發表的聲明。哇，咁有人咧就係放咗只紙飛機上橋面。咁其實咧，警員以呢個姿勢啦，係咪兩批嘅警員一個姿勢望落橋底啦，都望咗好耐噶啦。
現場啦，有人就係話警察都係被政權所逼，咁但係啦，現場嘅人咧就係叫佢唔好講嘢。名嘅男子啦，就系话你闹警员嘅时候，系咪能够确认警员做咗啲嘅衰嘢？咁然后啦，有人就反问佢，佢系咪能够确认嗰名嘅警员冇做衰嘢？咁但系咧，亦都有人系讲话，而家警员咧就系冇人承担佢个人嘅错失，咁所以咧就系一个共同嘅责任啊。警察的時候，我想到警察沒有做過壞事，他就是這個出位的言論，這個人赤腳的那個男人。喂，上面有一隻粒木狗，下來一起見我吧。咁其實啦，而家嗰啲嘅泛民議員啦，喺理工大學入邊啦，都已經係見緊記者噶啦。我哋呢個同事啦，喺入邊為大家報道緊，即係見完啦，接近。咁換言之啦，咁佢哋可能就好快咧就會出翻嚟，咁我哋再睇下到時嘅情況如何啦。有人嘗試啦，係隔住呢一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旗幟啦，咁啊用光啦就係、是、照翻上橋，咁啊嘗試啦係。係啦，係叫警員照住呢一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旗啊。警員又真的照咯，然後人咧就係話個狗仔好乖咁樣講。
有人唱呢個屎你係一篤屎。再次向提到呢個關於民意逆轉嘅問題。我想刷新人啦，唔識睇你啦。緊入邊嘅情況，似乎依然都係行緊出嚟。咁但係我哋呢個強迫喺呢一個出入口，我哋就再睇一睇。冇錯。
似乎都未能够透露刚才的事啊。我哋而家都未掌握到几位演员嘅一啲。加油！多谢黄老师。阿董叔，董叔好型啊！董叔，多谢你啊，董叔。董叔，啲细路仔嘛。情況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house of memory, just get selected. Okay, he's the photographer. Yeah, kind of, and he's also a lawyer. Thank you very much, Dad. Thank you. And he should be also one of the local house of memory, just go side post. He went inside. I think so. I'm not 100% sure, but that's my views. They are telling people the outcome of the negotiations. Yeah, I think so. Because I feel like if you use a local council, they get trained in Alport. So I guess he's trying to help you grab it and pass the qualities of the advisor.咁咩好抱歉啦，其實我真係我有啲距離啦，一個字都聽唔到。都話叫你快一快就影到。有人是問及校內的人的情況，他就說他們還頂得住聽日。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咁你覺得而家個陣型咧？即係靠佢。咁啊，我哋剛才啦就聽咗何國同埋岑子傑嘅一啲説法。我哋而家咧嘗試都係翻返去嗰個路口先。見到啦，雖然幾位嘅議員啦已經係離開咗理工大學嘅校園範圍噶啦，但係啦，依然都有班人啦停留咗喺尖東科學館道嘅位置。啊，不過咧都已經係越夜越少人，橋上面繼續依然係有警員。警方防線前面啦。繼續啦，係有班人係同警員講緊嘢。So many people are watching. Not really, actually.Other meteors got more views. 1,000 more. What media is it? The In Media Hong Kong. In Media Hong Kong.I'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
當裁嘅警員啦，橋上面就探頭，探個頭出嚟。見到啦，你阿一喎，你喺度咧？學校方，你講你講。咁啱啱咧，你講。咁頭先咧，即係嗰五位嘅區議員都有報出理工大學啦。咁其中黃國同律師咧，佢就同記者表示就係話，希望聽日咧，即係同校方交涉完咧，希望佢哋。可以重新接管翻學校啦，咁然之後警方咧就可以完全撤離，咁就解決而家咧有人被困喺學校嘅呢一個問題。咁佢咧提到就係話，其實當一個校方即係佢作為地主重新接管翻學校嘅時候咧，係見唔到警方有任何嘅理由咧係要繼續封鎖呢個學校或者係選擇唔撤退。咁佢亦都係質問啦，就係其實一個人喺學校裡面就點解可以算係犯罪？甚至是犯非法集結甚至是暴動的罪行呢，他再強調就是法治精神最基本的原則就是無罪假定啦，現在其實沒有任何的證據顯示留在校園的人其實是犯了任何的法律，所以希望警方前兩步警方是可以配合回即係校方接管的安排，明智咁樣選擇係離場。咁佢亦都係譴責咧，其實呢一個封鎖認同非法禁固啦。咁強調咧，佢哋會一直堅持去保護呢一啲小朋友同埋學生，同埋咧政府係應該要正面回應五大訴求，因為民意咧喺琴日區選已經係好清楚咁樣顯現。係啦，咁剛才啦，我哋同事咧就係同大家簡述咗呢一個我同律師。剛才嚟報出呢一個理工大學嘅一啲發言，咁大致上就係咁樣。而其他剛才有入到去嘅區議員咧，就冇再向傳媒去表述佢哋嘅一啲意見啦。咁剛才淨係得黃國同律師咧係有見傳媒嘅啫。咁啊，雖然啦幾位嘅議員啦，區議員啦已經係行翻出嚟啦，咁但係啦，現場係有人咧未有離開嘅意欲。直播啦，如果冇事嘅话，系五十分前，即系12:50咧就会完结噶啦。咁啊，如果可能有机会咧，就会再早啲添。我哋系啦，要睇翻现场嘅情况。咁因为咧喺呢一个有位区议员行翻出嚟嘅时候啦，有大部分嘅人咧已经系离去噶啦。现场咧就系剩翻喺科学馆径呢一度啦，就有一批嘅人依然喺警方防线前边。橋底啦，都仲係有少量嘅人認唔到你，我咁高啊你，我講咁大聲。
係啦，咁大概咧就係現場嘅情況。咁啊，剛才啦，那個幾位嘅唔係已經唔係剛才啦，咁啊今日稍早時間啦，咁五位嘅區議員啦，就係、是、大概喺5:34左右係行入去理工大學嘅。咁啊，就係、是、剛才12:00嘅時候行翻出嚟。咁啊，見到佢哋咧就冇帶走一啲喺校內留守嘅人。此同時啦，其實咧，橋上科學館道同科學館徑啦，同樣都係有警員嘅防線。跟住咪冇辦，冇事啊！跟住執俾你睇個大手套，極小心啊！是大嗌食宵夜啦喂！始終都係有人播歌，咁啊，同以往啲唔同啦，就係而家嘅人播嘅歌啦，咁同一啲。關係啊！雖然咧有人話食宵夜啦，但我哋都未見到啦，有啲乜嘢食物。咁但係咧，紙飛機咧繼續都係有人放緊。
見到啦，其實現場啦，現都係沒有進一步嘅變化。就好像已經是越來越少，但是依然是繼續堅持地喊著口號，現在就喊著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同時科學館道這裡下午這裡因為站滿了人而不能夠通車的，來到12點後已經是有車行經這條科學館道的了。橋上的警員，我們這條直播開始的時候換了一次更，之後就嘗試用一些的揚聲器和現場的人對話，但是因為雙方聽不到，因為現場的人聽不到警員的一些講義的內容，無疾而終這個對話，是的，就是這樣，那就沒有不同了現場。咁我哋今日咧就係呢個，我哋動媒今日就係喺尖東咧做呢個嘅報導嘅，剛才啦喺呢大嘅校入邊都有相關嘅報導啊。咁今日呢個活動咧就係一批嘅泛民議員啦，就係泛民嘅後任議員，琴日當選咗之後啦，今日就立即係出現，咁啊打算咧係聲援啦，同埋救援仍然喺理大被困嘅人士。而剛才總共就有六位議員是成功進入去理大的校園，剛才12點的時候已經是走回出來，見到他們就未能夠成功帶走那些在校內留守的人。而今天尖東的現場大致和平，警民衝突方面都是一些口角，是的，就是這樣。多謝大家收看讀媒的直播，大家有閒錢就可以放金讀媒，沒都不要緊，更多閒錢就可以支持我們月經的計劃。另外如果想看到我們更多的報道，就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Telegram、Twitter 和 YouTube 看到，就是這樣了。這條直播可能就來到這裡先，就尖東的現場來到這裡了，拜拜。